情种舞蹈分解教学，那这个舞蹈是司童子老师原创的，也是一个成品舞。其实这个舞蹈里的细节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上次跳呢也是一年前，因为很多同学喜欢，所以也是出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版的教学。如果要学好这支舞呢，其实我建议去买一下原创老师的这个作品，因为每一个原创作品其实都有很多老师个人的一个编创思路，然后包括他的一个个人风格。像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舞蹈一年前啊，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舞蹈它没有很多大臂的动作，就是都是这种小份儿的，它是一个手腕发力的那种感觉，很小女人的，不会说特别多的都是大的抬手臂的这种啊。当然这也是我一个个人的理解，那我们今天就浅学一下，因为确实太多的细节在这个短短几分钟里是说不清楚的，我们就一起简单的来感受一下这个舞蹈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双手在身体的右边，手心相对。好，回到左边，经过下面到右边，同时左腿屈膝，右脚伸出，直膝绷脚，脚背的方式也是一样，对着正前方。好，眼睛看着右斜下方，加上右旁腰和胸腰。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延伸的啊，这个小细节太多就不细讲了。好，右脚右手上步，左手左脚跟上，右手从里面掏一直到头顶，左手抱右腰，右手手背冲前，指尖冲上，眼睛看斜下方，双腿蹲慢蹲，同时压腕，指尖注意从上往后抹，不要直接往下，手会掉下来的感觉，同时眼睛看斜上走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左脚左弓箭向前向旁移动重心，这里就是说到那个小份儿了啊，它不是大手臂抬，是小臂手腕，包括这个手也是大臂是不动的，经过我们的左脸颊旁，眼睛看出去，指尖给出。好，重心刚刚推到之后，右脚经过双腿蹲移重心，左脚在前左点步，双腿立半脚尖，眼睛看斜下，右手指尖冲上，继续，右腿直接蹲，左脚擦地，前点不出，左手打开，右手在头顶画一个圈，同时胸腰转。好，右手继续往下，左脚直膝画一个圈到右斜后的位置，双手收回到胸前，左脚上步，弓箭步，经过一个低头，双手打开旁平，抬头拎到最上方之后，右手在左脸颊头顶向右上方钻，经过双腿蹲直立直膝，延伸到头之后，左脚绷脚抬腿，这个距离高度自己掌握啊，然后左脚上步一步，第二步的时候右脚绷脚出，右手手背冲下，从左旁腰到小腹前，大臂带动肘带动
手背带动指尖延伸啊，又是延伸很多小细节。好，右手右脚向前走一个立圆，上步向右转身，左脚找右脚并步，左手找右手拎，身体向后侧，右手多下一些，变成一个斜方向，同时双腿蹲，左脚擦出去，放下延伸，右脚上步，左脚上步，双手往上推，又是一个小臂回，头慢慢的下的同时脚往后，我先说脚啊，脚画到左斜后方，左腿是屈膝，双手收回来之后，大臂先走，手腕再走，指尖再走到旁平位之后低头，又是一个小臂的感觉，手臂先回到身体这儿，推出指根，同时脚回到右旁边啊，这个跳的就很累啊。好，右脚继续画圆形，直膝画到左边，画不过去的时候，双腿屈膝绷脚，脚背冲地，右手大臂胳膊肘主动抬起，右手手背在脸颊，左手大臂肘部先放松，慢慢的摸回来。好，收脚，左脚立，双脚前后，眼睛看手的方向。好，往后圆长走走走走走，再带一点高潮啊，右手收回。好，双腿是蹲的位置，先说手，双手也是抽出，左手冲三点方向，右手冲五点方向，同时右脚绷脚直膝出去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左脚夹回，往里夹，这个膝盖啊，不要夹一半啊，也不是轻轻的，是用力，看两个大腿贴在一起的，同时右手直接走后脑勺正后方提手出，左手手背贴在眼睛旁，这里要加一个身体的三道弯，对，然后有基础一点同学可以立半脚尖啊，哎呀呀，好，然后双手从左摩手下回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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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正面，经过一个蹲，双手在下面交叉，双脚右脚踢，大臂小臂手腕依次下，踏步蹲，眼睛看左上，留头，双脚转，左手打开，右脚打开，右手从前画到左边，摸右脸，然后右脚撤步，右手手背冲带动拎出，这里就是昨天清明上河图讲的那个身体的一个拧啊。好，右手右脚上步，左手放在胸前按住，一个点转流头，左手拎腕从肩前推推推推推推推。好，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浅学一下，会有点难，加油加油。